大姐明林建明近年活跃在社交平台，最近他就探望因为肺纤维化正在接受治疗的余慕莲。对于有网民关心问他为什么要到医院抽血，他就大方说他在广华医院是看脑神经外科的。其实大姐明曾经在2017年透露自己脑部有三个脑血管瘤，最后他进行脑微创手术后康复。照片可以见到85岁的余慕莲非常精神，不少网民都希望他继续身体健康。